好，我们接下来看成分数学。那么成分数学包括三大细胞，就是血浆里面的三大细胞：红细胞、血小板以及血浆。血浆里面还有一个，最后就这个血浆蛋白。这三个里面，大家看看没有粒细胞输入，因为粒细胞我们刚才说了是短命细胞，也就是你储存一天的时候，它100%都丧失了。那么你输进去的都是白细胞的尸体，不仅不能起到增加白细胞的作用，而且白细胞死了之后的这个尸体还有致热源，引起白细胞性发热，所以没有白细胞的浓缩白细胞的输出。所以什么80年代晚期、90年代早期还搞了个什么浓缩白细胞的输出了之后没有多大的作用，并且发生书写反应很多，所以现在都基本上淘汰了，那么也就不考了。假如大象有这个白细胞输出，从古到今，你自己看啊，只要有浓缩白细胞输出，那都是干扰项，不是答案项。所以大家看到这种答案项的时候，那么嘿嘿一下就行了啊。好了，我们再来跟他一个个谈啊。当然呢，这种白细胞输出就很多很多的这种白细胞，红细胞输出就很多很多的这种红细胞。那么这种每一种红细胞适用什么体质指征，那是大家考试重点，包括你们经常说到的。悬浮红细胞、浓缩红细胞、稀硫红细胞、去白红细胞、冰冻红细胞、弧状红细胞，很多很多种，其实上还有 N 多种，这是几种常常考到的。那么每一种它分别有它的适应症，不然它造出来干什么呢？不然就不是一个造一个最用的最多的在临床上悬浮红细胞就完了吗？它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的红细胞出来呢？各有适应症。那么这些适应症是每年考试重点。那么每年在这个地方主要三五个试题出现。血小板，那么血小板也有多种类型，那么考的最多的就是浓缩血小板，还有单材血小板、稀硫血小板、少白血小板、少白细胞的血小板，跟去白细胞的红细胞一样，弧状血小板。那么血浆制品，那么也很多了，经常考的冰冻、普通血浆、血浆以及冷沉淀。那么蛋白嘛，就只考两个，一个白蛋白，一个丙中球蛋白，其中以白蛋白考了2、3次，其他的很少考。好，这就是我们成分数学，大家看看头是不是晕了？哎，有这四大类里面每一类又分成 N 多小类，然后 N 多小类都有各个都有适应症，并且你这些名称你都不知道有什么差别，所以大家在进行成分数学之前，那么必须知道血液制品的制备，也就是这各个这种的血液制品究竟怎么来的，然后知道各个血液制品之间大致有什么差别，那么它适应症就跃然纸上。好了，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思路，怎么从右先血这个全血这边各个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血液成分。首先全血，你比如右先血到大街上右先血车上去限量200毫升的全血一个单位啊，200毫升，大家都知道了，右先血的量每一次一般就是200毫升，最多不能超过400毫升。好，假如我说你就去那个医务车上献了200毫升血，这200毫升血就被抽出来拿回去之后，它就离心啊，加入抗凝剂了。当然加入抗凝剂之后拿回去血站里面就离心，这种离心在三方向离心之后肯定就会上层液下去，上层液下层液下层液，那肯定是红细胞，大家都知道数量比较多，它的数量级是4.5×10^12。而血小板粒细胞比较少，是什么1.0×10^9，所以它只有它的1/1000，你就是三个数量级，所以红细胞就显得多，因此沉淀下来下面的这些红颜色基本上都是红细胞。那么血小板粒细胞就比较少，在中间这个很小很小的位置，你不过去看都看不到的，你这个头上你都看不到。然后上层就是血浆，由于我们跟大家说过啊，这三个细胞里面，红细胞、粒细胞、血小板，粒细胞是什么？短命细胞。不管你怎么样，现在还没知道它的储存条件，那么它是要死掉的，所以你就不需要去管它了。你看，我们这里就从四个成分，血浆、红细胞、粒细胞、血小板变成了三个成分，三个有形成分，一个是红细胞沉淀下来的在最下面，一个上面就是血浆。那么血浆里面的话，下面一点点，那么就是血小板，
所以血小板基本上中间粉在血浆之中，所以我就把它分为上层液、下层液。下层液当然是红细胞选液，上层液呢就是血小板跟血浆在一块，主要成分是血浆，还含有少量的血小板，那么我叫它富含血小板的血浆，把它这样说。总之我要把它这几种成分当中是这种三个成分都要分出来的，就是红细胞、血小板、血浆都要给它分出来。好了，我们再去继续看了。好，我们下面这是红细胞血液，我们平常所说的最多的，你比如说普通的输血或输红细胞血液，输出的什么东西，就输的这个东西啊。红细胞血液第一个主要成分出来了啊，这是临床人输血用的最多的，我们默认输血就是输这个红细胞血液，红细胞血液就出来了啊，就是普通的温豆沥青下面的下层液，这是红细胞血液。好了，我接着给红细胞血液进行操作，满足我临床需要的那些要求，那么就各种各样的红细胞，刚才我们在那讲的那个红细胞细分的分类都出来了。假如大家都知道啊，我这样一粒星下面主要是红细胞，但是不论怎么样啊，它也总有会有一些白细胞，是不是？即使你大多数都是红细胞，你这样只有一次粒星，它总有几个漏网之鱼白细胞，我分到这个红细胞血液里面。当然，对一般的人群输来说，不要紧，一般的人群输血就输这红血种红细胞，但是这些特殊人群，我连我一点点白细胞我都不要，那么这些怎么办呢？我就把它滤出来，用这个红细胞的血液，把它用滤器专门滤白细胞的滤器，那么就像个过滤网一样，专门滤白细胞的滤器，把它滤出来，所以它就成了什么去白红细胞，这就是去白红细胞啊。把它用滤器给白细胞滤出来了，所以大家想一想，这就是去白红细胞的来历，这样就少白红细胞，就少白细胞的红细胞，或者去除白细胞的红细胞，去白红细胞都是它。好了，大家看看去白红细胞主要特点是什么，只含有红细胞没有白细胞。白细胞有什么特点，大家只要学诊断学的时候学到华热，那么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白细胞抗原引起的华热，所以这种去白红细胞大家想都想得到，用哪些人，用于原来输血的时候产生过发热反应的那些人，所以这是他最主要的适应症。所以去白红细胞，我等一会问你，我这主要是有什么人群，所以原来输过血并且输血的时候发过热的，那么我就用去白红细胞消除白细胞的制热源，那么它就不发热了，那是不是正好啊？所以这个去白红细胞适用于普通人群，红细胞血液红细胞血液适用普通人群，去白红细胞适用特殊人群，那些输过血并且发过热的。好，这就第二种，这第一种红细胞血液，第二种去白红细胞。好了，我们再看由红细胞血液衍生出来的啊，第二种就是去除大部分血浆的浓缩红细胞。我们跟大家说过啊，这一个红细胞血液过滤之后，大部分的上层液都是血浆，下层液大多数都是白细胞。但是不管你怎么说，我跟大家说了，你在经过一次离心之后，它总有一些血浆混杂在这个红细胞中间，成为你的红细胞血液的一部分。那么我这时候再进一步离心去除大部分的血浆，就把这个红细胞血液进一步离心，把这个血浆再去除一大部分，那么我们就称它什么，浓缩红细胞。这就是浓缩红细胞的来历。所以浓缩红细胞体积要比红细胞血液要少，但是它看的红细胞数量是一样的，只不过把你原来的红细胞的血液变成浓缩了，使你的红细胞的密度加大了，血浆我进一步去除了，所以浓缩红细胞的体积比原来要小，但是我的红细胞的数量没有改变，所以推都推得出来。那么这种浓缩红细胞主要用于什么人，主要用于心力衰竭的人，他又要输血，但是心力衰竭又要不得那么多液体。你比如说我这是个心衰，我想输血，但是我的液体量最多只能接受500毫升，你多了我的心衰受不了，我心脏受不了，那么这时候最好了，我又输你的浓缩红细胞，你的红细胞又数量没减，跟血种红细胞不变，但是体积减小了，心脏负担减轻了。所以浓缩红细胞在临床上主要用于什么，心衰的病人，
因此大家只要知道这种成分的来历，那么你自己都可推导它究竟是用什么病人。好，这就是说浓缩红细胞，第三种红细胞出来了。好了，第四种红细胞，那么主要是抑制的病人用的。大家都知道抑制之后就免疫反应，免疫反应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是淋巴细胞在作怪，是淋巴细胞产生的免疫反应作怪。那么对于那些需要抑制的病人，为了预防这种免疫反应，那么我们要把这些活性的淋巴细胞给干掉。怎么干掉？用伽马射线给它照射，照射之后就灭活这些淋巴细胞，那么它就没有免疫反应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用伽马射线把这个旋轴红细胞，用伽马射线把这些活性的淋巴细胞干掉之后，那么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弧照红细胞照射，就是弧射线照射之后干掉的淋巴细胞的，那么叫做弧照红细胞。所以弧照红细胞大家都可想得到了，因为什么病人？因为需要移植的病人，是不是不让你产生免疫反应的那种病人，这就是弧照红细胞适用的最大特点。好了，这就是呢四种这种红细胞，我们再继续。好了，大家注意了，这个浓缩红细胞，大家想一想，既然你把血浆去除了，我们刚才说了，总有在这里面总有几个什么漏网之鱼。尽管你把血浆大便去了，但是总有部分血浆你完全去除是不可能的。假如我有种特殊病人，必须一点点血浆都没有，那么我就开始洗涤，就像洗衣服一样啊，用生理盐水把这个浓缩红细胞洗来洗去，洗来洗去，洗得干干净净。洗的目的是干什么？把你血浆中的抗体给去除，还同时又洗了你部分的白细胞、血小板、细菌、病毒，你 A。甲肝病毒、乙肝病毒这些病毒，那么都可以去除掉。也就是我像洗衣服一样，只要你这个红细胞，其他的东西我都给你洗掉。但是我主要的目的是洗什么东西？洗抗体。抗体大家都知道干什么用的，在血浆里面干什么用的？抗原抗体反应、变态反应用的。所以那么这种洗用生理盐水洗了34次，把这些抗体全部都洗出去了，主要洗抗体，洗了的顺便还洗了白细胞、血小板、细菌、病毒，这些东西都给你洗个干干净净，只剩一下孤零零的红细胞。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叫做洗涤红细胞。所以从这一点上面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洗涤红细胞主要用于什么人？主要用于什么人？主要用于这个血浆中没有相应抗体的、不产生抗原抗体的变态反应的人。所以在这洗涤红细胞，大家都可想象得到它主要在临床用什么人？用于原来输过血、产生过变态反应、过敏反应这种抗原抗体反应的，那么我就用洗涤红细胞。所以他在假设一个题干这样说，他是一个人原来输过血，输血的时候产生过过敏反应，或者产生过变态反应，都叫他，都是他嘛，过敏反应、变态反应都是他嘛。那么这是个下一次在输血的时候，那么首写什么血成分，那么你就什么洗涤红细胞，因为洗出了大部分抗体，你这时候就不会发生抗原抗体的这种变态反应、超敏反应、过敏反应。所以这种洗涤红细胞主要用于原来做过血、这曾经产生过过敏反应、变态反应的这些人。好，大家看看呢，这第五种红细胞就出来了啊。还有大家注意了，第六种红细胞，哎，就在这儿了，叫做冰冻红细胞。顾名思义，从这个中文意思你都知道，就是把这个红细胞冰冻起来以备用。好了，一般就是不加怎么冰冻呢？加上甘油保护剂，在负80度保存。大家说液氮中保存，液氮嘛负70度嘛，负80度保存，可以保存10年。哎，这是冰冻红细胞。所谓冰冻红细胞可以保存10年，当然呢，你想一想，你临床上用的多不多？临床用的不多呀、啊，临床用的血站哪来呀、啊？了不起就是几天呢，一个星期之内就用掉了，是不是？所以不会。那么除非你想象一下，临床用的不多，这种冰冻红细胞主要干什么用？战备。哎，你比如说平时不打仗的时候，那么大家就可以什么把这个多余的这种红细胞冰冻起来。哎，冰冻过个10年，你比如说你到了9年还没有打仗，那么我一个这一部分快过期的，哎，拿来用，再重新置换，就跟我们的战备粮一样。所以在战备用。平时在医院很少用，那么在没有血库的地方也可以。你比如说深山老林里面，你比如说大漠地区，这个医疗条件很差的边远地区，那么这种时候可以用这种冰冻红细胞。为什么？它可以放10年，
你比如说我们80年代，我混在那个县医院，那个年代80年代县医院是没有血战的。说输血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叫街上的这献血队的献血，当然那个年代要给钱的。我记得那个年代抽400毫升血，那个年代要给80块钱。当然当时80块钱是个天文数字，因为我们工作一个月，本科生工作一个月就是72块钱，所以那个时候就400毫升血相当于你工作一个本科生工作一个月，所以那是个月工资是72块钱。你看他80块钱400毫升。第二种就是用这种冰冻红细胞，因为冰冻红细胞可以储存嘛，储存10年嘛，所以主要是什么？第一，平时是储存和战备。那么偶尔在血战里也会有这种冰冻红细胞，有，主要是在稀有血型，大家都知道叫熊猫血型，也就是你这个人血型，你比如说1000个人、10000个人从跟你同等血型，那么你平时的时候就把你这种稀有血型献血之后冰冻起来。当你在要这种血型，或者跟你相同的人要这种稀有血型的时候，那么就会拿出来用，所以保存时间很长，所以叫做什么熊猫血型或者稀有血型的储存，或者是战备储存。那么主要干这个事儿，冰冻红细胞。由于冰冻红细胞在我们临床上用的不多，大家想一想，考的多不多？不多。所以这六种红细胞中间，常常考的这六种红细胞中间，那么最不常考的就是冰冻红细胞。截至目前为止，冰冻红细胞从来没考过，所以它主要战备用。今天的考你一下，行不行呢？你比如说我是稀有熊猫血型的，那么保存主要采用什么方法？哎，你这个冰冻红细胞不行吗？可以的啊。好了，大家注意了，这个从我们刚才所说的啊，这个逆行全员都搞回来了，第一次逆行，逆行之后分出了上面的含血小板的血浆和下沉的红细胞血液，那么又进一步分为了我们的六种红细胞的六种细分形态。那么这些种类我刚才大致已经跟大家讲过，那么大家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就跟我跟大家刚才分析的一样，那么基本上使用证考试这些重点都出来了。当然你再记不到不要紧，我等一会还一个个跟他讲。好，我们这次跟大家讲的下层，好了，我们再回头过来讲上层。这个上层液我跟大家说过，上层液就是粉有血小板的血浆，大家都不知道血浆中含有什么东西，凝血因子。我分离血浆的目的，第一个是要你血浆，第二个主要要你什么？凝血因子。那么这里面还有富含血小板的血浆，证明它里面还有什么？血小板。所以我这时候在逆行，大家都知道血小板在什么的时候保存最好啊？22度加上2度，22度加上2度，也就是它的保存的温度是20度、24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为了分出这个血小板，我绝对在它活性最好的地方分离，哪个温度啊？20度。所以这时候我的目的是利用你这个血小板的最适温度20度，然后再开始逆行。所以在20度逆行，20度一逆行，那么血小板这就下来了，在下沉，上面呢就是血浆，这个血浆中还有凝血因子。所以你这样分析，你这个搞定了吗？好了，这个下沉就成了我们的血小板血液。所以输出血小板血液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啊，血小板血液。那么出来这个六个种红细胞分离出来之后，那么这时候我们分离上层液，第一个出来的就是血小板血液。所以这样20度一逆行，好，上面就是血浆。好了，我再给血浆进一步分离。血浆分离的目的干什么？提取凝血因子。跟大家说过，因为血浆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凝血因子，你比如说凝血因子14种都在这里面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再分离。好了，血浆中，那么在分离的时候，那么用什么温度？-20度。-20度大家注意了，那么一逆行分出来，也就是这种把血浆和凝血因子分开了，血浆就变成了上层，凝血因子到了下层来了。好，这就是血浆。这种第一次分离的血浆，我们把它叫做什么？新鲜血浆。新鲜血浆为什么拿来了之后就是经过三次逆行，一个常温逆行，一个20度逆行，一个-20度逆行，所以这个凝血因子都在，因此这叫新鲜冰冻血浆。那么它含有全部的凝血因子啊，这还全部的凝血因子，凝型之后，好了，我们再继续看。假如在-20度不是凝固了吗？那么在四度就是给它溶解，4度溶解，那么就会分成上面的普通的冰冻血浆，下面的是冷沉淀。那么普通的冰冻血浆跟冷沉淀有什么差别？
普通的运动学将大家注意，我们说不稳定的凝血因子、五八因子、五因子、八因子，跟大家讲过，还包括纤维蛋白原，也就是一因子一五八。那么这个凝血因子在普通病种血浆中，大家都知道很容易是吧？拜拜，哎，很容易丧失。所以，普通病种血浆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包含不稳定因子的五因子、八因子这些其他的凝血因子。那冷春天呢，刚才跟它相反，去包括这五因子、八因子及其血小板因子这些不稳定因子啊。好，大家看看，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说的啊，这个血的制备过程，大家要从这个过程，是吧？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血液成分，你看看，全部给你分析出来了。所以大家注意，在做题的过程中，大家脑海中一定要有这个图。就我跟大家讲的这个图，那么也知道这个图了，那么大家就知道各种血液成分各有什么特点。那么你选答案的时候，就哦，原来这么简单 ，OK 了。好了，各种血液成分常常考的血液成分，我就跟大家总结这个表啊。大家再次跟大家复习一下，第一个最常考到的红血血液，大家都知道红血血液理论上是不含白细胞、血小板、凝血因子的，那么只含有红细胞，但是还是有一些漏网之鱼进入去。为什么？已经普通的理性，它不可能一点点白细胞都不进入你红细胞，是不是？理论上来说啊，那么白细胞、血小板应该在上层，混在血浆中，凝血因子也在混在血浆中，那么下层应该是红细胞血液，是不是？理论上是这样啊。好了，我们这第二个就是血小板血液啊。血小板血液那么不含有凝血因子，理论上不含有凝血因子。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B 新鲜病毒血浆 FFP， 新鲜病毒血浆含有全部的凝血因子。刚才说了，因为新鲜，所以说刚刚出手了，当然含有所有的凝血因子。因此，你假如这个题干中说这个人他凝血因子，他是说什么？首选什么？首选什么？大家看，新鲜病毒血浆所有的凝血因子都行，所以这样的差异凝血因子，那么就可以输入新鲜病毒血浆 FFP。好了，第四种就是普通病毒血浆。普通病毒血浆我刚才跟大家说了，那么除了这些不稳定的凝血因子、五八因子、一因子，也是纤维蛋白原之外，所有的这些凝血因子，也就是剩下的11个凝血因子，它都有，这叫普通病毒血浆。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冷沉淀啊。冷沉淀就是含有这些不稳定的凝血因子，包括八因子、一因子以及血小板因子。好，这就是冷沉淀。因此，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考的这么多，除了红细胞的这个细分类型之外，那么全部跟大家把这些特点搞清楚了。这些特点搞清楚了，大家注意，在解题的过程中，那么你答案就出来了。你之所以答不对答案，就是不知道这些特殊的血液成分里面含有什么东西。你之所以不知道这些特殊的血液成分里面含有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不知道它的制备过程。为什么？大家都是当医生的，不会弄搞这个全血的后期处理的血站的处理这些过程，大家明白是不是？所以你贺老师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去了看血液病专注了，看很多了，学很多东西了，你才知道了。你一个临床医生，你知道这些东西吗？你不知道。你只知道这个血站里面要输血写什么东西，是不是？当然有些同学成绩差的，我告诉你，连写什么东西都不知道，那更不用知道血站的这些人搞的干的活啊，所以他更不知道了。因此我希望大家把前期和后期血站的怎么操作的，那么这个大致过程大家知道了就 OK 了。好，这个图我跟大家写的讲义上面啊，大家讲义上面有个这个图，所以可对比着，你这样在脑海中转一转，知道这样的大致支配过程，下面的所有的那些人你认为很难的血成分的输出，那么你就相当简单了。好了，我们一个个来看红细胞输出。那么红细胞输出，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六种红细胞。那么六种红细胞中间，我们来一个看。第一，看临床用的最多的普通输血用的旋转红细胞。好了，旋转红细胞就是我们全血拿来十位下一理性，哎，最简单的制备。第一步，把这个红颜色的这个下层理性出来，那么这就是旋转红细胞。理论上来说，它没有血小板，没有白细胞，没有血浆，也就不含有血浆中的凝血因子，所以它在临床上是最适宜最常用的红细胞制剂，所以说普通输血，其实普通人普通输血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它的最主要的适用范围，这用是这样，所以它是临床人用的最多的，因为临床上最多的就是什么普通人嘛，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普通人嘛，你比如说你是个正常人，从来也没输过血，那么就明天要做手术，今天要背血，那怎么样背的这种血，你说背个血，老师叫你背个血，哎，背800毫升啊，背两个，哎，那么你就知道了背的什么东西，背的什么血，旋转红细胞。
所以我们说书写由于选择红小英的表达，我们只要说书写，默认的就是书选择红细胞。所以老师假如没有跟你教的时候教的啊，书去吧红细胞啊，那么说书写那么就是红选择红细胞。所以这就是我们临床上已经用多到这种程度。好了，大家注意了，成人假如输入一个单位的选择红细胞，可以提升血红蛋白的摄入量啊的数据，大约是5克每升。什么意思？假如这个人啊，假设你的血红蛋白输血之前查的是6克每升，那么输入一个单位之后，可以提高5克每升到11克每升。这就是成人每输入一个单位的选择红细胞。那么这个数字考过几次了？考过2-3次了，希望大家给他记住啊。第二个，什么叫一个单位？我刚才说了，一人份叫一个单位。什么叫一人份？一无献血的一人份。一无献血大家都知道，每一次的献血量我们国家规定是200毫升，最多不能超过400毫升，这个数据也经常考，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注意。大家呢，就是200毫升的这种一无献血提出来的这是红细胞，那么我们就跟它叫做什么一个单位，一个单位输进去了，那么提高血红蛋白是5克每升。好，这两个数据希望大家给它记住啊，因为两个数据经常考。好了，我们再继续看，到16年又考了这个数据，大家看，体重为55公斤的成年慢性贫血患者，输入一个单位的选择红细胞，那么可以提供血红蛋白的量是多少？5克每升，所以答案是 C。你记得住这个题目就很简单，记不住没办法推导的啊。所以这个数据也不是第一次考了，总在考。我们再来看啊，13年这个试题，大家看，男性38岁，这个病人为因胃癌行为打不切除术。术中估计失血量超过了800毫升，达到1200毫升。为什么我要跟他说800毫升？800毫升以下不输血，800毫升以上要输血。说患者感胸闷心悸，血红蛋白大家看看74克每升。问患者输入血成分是什么？首选的成分是什么？大家看，这就是个普通病人，年纪轻轻的38岁，做了个胃癌大部切除术，那么失血比较多，所以血红蛋白降到70克每升了。那么要输入血，就是这种普通的输血，就是跟你说，老师说明天跟他输个血啊，他走了，你说这么多血液成分输什么？哎，默认你就是选择红细胞吗？因为这个用的最多嘛，是不是？悬浮红细胞、悬浊红细胞都是它啊。正确答案是答 B， 这就是普通病人的输血，那么就绝对不答什么 A、C、D、E 去了。A、C、D、E 这五个你看看都有，喜的红细胞，刚才我们说了，喜的什么东西？喜的抗体。那么假如这个病人他跟你说，这个病人原来3年之前输过血，并且还发生过变态反应，那么问你这次输血首选什么，那么你就答给喜的红细胞，原来输过血发生过抗原抗体变态反应的，那么你就答 A。 胡赵红细胞，假如这个病人是说搞了什么移植需要输血，那么你首选的血成分是什么，那么你答胡赵红细胞。冰冻红细胞，假如这个病人是个稀有血型，你说 AB 型、RH 阴性、熊猫血型，识别的很少的，那么就说冰冻红细胞。假如这个病人，你说大哥在体感中说这个病人有心衰，那么问你输血首选什么？你答浓缩红细胞。所以这个病人什么病都没有，就是个普通的病人，那么就说答案是 B， 悬浊红细胞、悬浮红细胞都是他了。所以答案 B 就这样来的。所以你把这所有这些红细胞跟我刚才一样，搞清楚它的制备，搞清楚它的特点，搞清楚它的使用范围，那么这种题基本上就送分题了。否则你就那个一项这个一项，你说究竟写什么了，那么你就不知道了。好了，继续我们看第二种浓缩红细胞，实际上刚才已经跟他说了，还有全部的什么悬浊红细胞中的红细胞，但是它的体积要小，那么牙脊红细胞牙脊要大，我们正常的什么 0.3 0.45， 你看它大到多少？ 0.7 0.8， 所以红细胞牙脊大，也就红细胞比较浓缩，因此它的量少，红细胞又跟原来一样，这是个属于什么病人？心衰的病人。所以这个题干中假如给你一个心衰的病人要输血，那么问你首先的血液成分是什么？浓缩红细胞。再次跟大家说啊，好了，大家看看下面这个题，07年这个题，他说男性50岁，这个病人因胃癌重度贫血入院，既往有心衰病史。哎，看着这个心衰两个字，那么大家说最合适的输液治疗写什么出来了吧，是吧？浓缩红细胞单位比 OK 了吧，是不是？要不要输血？大家看，血红蛋白低于70克每升以下要输血，这个病人只有56克要输血，所以说为了纠正贫血就要用浓缩红细胞。大家注意了，假如这个题干中没有这个心衰，既往无心衰死，那么你在选什么？选
旋轴风细胞，就旋轴风细胞，就是普通的数学。那么这个应该答 B， 因为它是心衰。好了，这就出来了。好了，还有一个答案可以数玄学，大家注意，其实目前为止数玄学都是错误答案线，都是干扰项。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数玄学了，现在全部我们国家都是什么纯分数学，为了节约学员都是纯分数学，所以说数玄学这是老黄历，这是80年代、90年代早期的老黄历。那么刚开始义务玄学制度从深圳率先实行，所以一直到现在全国普及，那么基本上没有数玄学了，所以基本上都是数纯分学。所以这种数玄学的答案项，往往都是什么错误答案项、干扰项，不要去选它。所以答案正确答案这个应该是 B。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红细胞——洗涤红细胞。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把这个红细胞原液搞出来之后，然后用生理盐水洗个3、4次，洗主要洗什么？我们跟大家说过，主要洗什么？洗抗体啊，主要洗抗体。实际上，在洗抗体的同时，因为你用红啊这种生理盐水洗了3、4次。那么在洗的过程中，把那些不是红细胞的成分，包括白细胞、血小板、血浆，你看看是不是洗了一些出去了，包括病毒都洗出去了。但是我主要的目的不是洗这些东西，我主要目的是洗抗体。洗抗体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原来这个病人输过血，血浆中还有这些过敏成分，它发生过过敏反应，也就是变态反应。所以，那么我这次的目的就是把这些血浆中的抗体洗出去，洗出去之后再次输血，它还会不会发生过敏反应呢？不会了。所以我主要是为了预防什么过敏反应，也就是变态反应。所以洗涤红细胞在临床上最主要的适用什么？原来输过血，输血的过程中发生过过敏反应，发生过变态反应，那么这时候我再就选下次输血的时候去选什么？洗涤红细胞，就是要洗涤你注射原来的存在的抗体，然后把你的过敏反应预防到，这就是洗涤红细胞最主要适应症。好了，大家注意了，你们我的那个讲义上面还跟大家讲了两个适应症，但是这两个适应从来没考过，是什么？第二个适应症，洗涤红细胞用什么？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啊，需要加入输血，但是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往往有高钾，那么这时候又不能再说这根高钾，怎么办呢？就洗涤红细胞，把这高钾洗出掉的，洗涤红细胞，这是第二个适应症。第三个适应症，患者的体内假如有血浆蛋白的抗体，你比如原来输过血，有血浆蛋白的抗体，特别是抗 IgA 抗体。那么你就是用这个洗涤红细胞，就会不会出现这些抗体。所以第二三个适应症，这两个适应症啊，大家注意，考过没有？截至目前为止没考过啊，截至目前为止没考过。每年考试就考的这个过敏反应、变态反应，这就是我们的洗涤红细胞最主要适应目的。假如他将今年考个第二个、第三个，这是适应症，那可不可能呢？可能，但是毕竟很少，截至目前为止都没考到啊。所以大家什么理解一下？重点掌握这个过敏反应、变态反应，这已经考了无数次了，总在这样考。我们来看看18年考的这个试题，洗涤红细总制备洗涤红细胞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去除红细胞的碎片，去除细菌，去除白蛋白，去除血小板，去除血浆，去除什么？实际上就考虑一个洗涤红细胞的定义。我们跟大家说过，刚才洗涤红细胞是去除全血的什么血浆之后，用生理盐水缓缓护理洗涤红细胞，它的目的是什么？是去除血浆、血浆蛋白。所以这个正确答案应该答 D。所以你把这个定义搞清楚了，这个题就出来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制备洗涤红细胞的主要目的，就是去除血浆蛋白。所以正确答案答 D 啊。我们再来看是不是这样？13年考的这个洗涤红细胞的特点是什么？洗涤红细胞由于在旋轴红细胞的基础上，用生理盐水洗了30次，所以你想一想，它每洗一次，总有几个淋巴细胞被带出去了，所以它的淋巴细胞的含量跟全血不可能相同，是不是？所以答 A 不正确。答案 B， 红细胞的含量与全血相同，你在洗涤过程总要丢出几个红细胞吗？因为它用生理盐水洗了30次嘛，就跟你那个衣服一样，你衣服已经用清水啊洗了30次，那个衣服上的颜色肯定要褪一些嘛，它为什么？它那个染色色素总要掉到那个水里面掉几下，一样的道理。那个红细胞你洗了被洗了30次，它总有几个少漏网之鱼，随着那个生理盐水干掉了，所以这个红细胞不可能跟它相同。泥细胞同样的道理，不跟它相同，血小板同样的道理，不可能跟它相同。
所以血浆蛋白是哪一个？血浆蛋白含量较少。为什么？你在洗涤过程中肯定有少量的血浆蛋白，随着生理盐水被洗出去了，当然它的血浆蛋白的量要减少，所以单位 B 是不是？所以这个题你再分析一下，答案 B 也出来了啊。好了，继续我们看14年这个试题，大家来看啊。女性25、8岁，这个病人妊娠38周，胎儿是脐带绕颈2周，女性剖宫产，10年前因外伤住院，在接受输血之后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大家看看有输血史，输血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东西？过敏反应。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原来输过血，输血过程中产生过敏反应，这时候再要进行背血18毫升，应该输的是血液成分，血什么东西？洗涤红细胞。再次跟大家说，原来啊产生过过敏反应的，说明它里面有抗体，抗原抗体产生那个免疫反应，引起过敏反应，也叫变态反应。所以这时候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那么应该把这些抗体给干掉，所以就用生理盐水洗个30次，因此叫做什么？洗涤红细胞。所以这一个答案箱应该答 B。 好了，大家注意啊，记到两个一起记啊。刚才我已经来讲了，原来输过血产生过过敏反应的，这时候再输是用洗涤红细胞，原来输过血产生过化热反应的，那么这时候用去白红细胞，因为为什么化热是由白细胞致源引起的，我用去白红细胞啊，去白红细胞就是要去除你这个白细胞，使它的化热源减少，所以叫做去白红细胞。所以这两句话啊，考了50次，因此我跟大家像个合牌一样的啊，弄在每个试题的怎么下方，让大家反反复复地看，看了10遍你还记不到，那我也没霍应成也没办法了，是不是？教给你10遍，讲10遍你还记不住吗？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呢？那只能说你智商有问题，那我也没办法，因为这考了很多次，所以大家低头看一看啊，下面两句话一定要记住再记住。我也口中，我也截至目前我自己都讲了4、5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再记住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少白红细胞。少白红细胞顾名思义就是少白细胞的红细胞，去除了白细胞的红细胞，怎么办呢？我们跟大家说过，假如这个浓缩红细悬浮红细胞一出来之后，在输出之前用白细胞的滤器，专门滤白细胞的滤器，像过滤网一样把它滤除掉，那么这时候我们叫做去白红细胞。去白红细胞主要是由什么病人？我刚才跟大家说了，主要是由原来输过血产生过发热反应的，非溶血性发热反应的，那么叫去白红细胞。因为这个发热我们在诊断学里面学习过，发热一般都是由什么引起的？白细胞致热源引起的，所以我在这时候就要用去除白细胞的减少致热源，使你不再发热。所以大家注意了，多次输血之后产生白细胞抗体，因为白细胞抗体或者白细胞致热源出现了发热反应的，那么这时候再次输血这种，那么就手写去白红细胞。请大家把这个去白红细胞的这个英文背到，有这个一个英文出现 HPRBC， RBC 是红细胞吗？去白红细胞叫 RP RBC。 好了，跟洗涤红细胞还是这样，又讲第6遍了，输血之原来输过血产生个过敏反应和变态反应的，用洗涤红细胞，这两个一块儿记啊。好了，大家注意了啊，少白红细胞去白红细胞，那么最主要的适应症就是它了，引起个化热反应的。那么在考试中间大家注意，还有两个啊，两个适应症，考不考？考。那么第一个适应症，哎，这是考的最多的第一，第二个适应症考的比较少，第三个适应症截至目前为止没考到过，所以它这也有三个适应症。那么大家主要记一二一，考的最多就是引起发热反应的，用去白红细胞。第二个呢，预防 HRD 同种免疫反应，你比如说你骨髓移植的，你比如说再生障碍贫血经常要输血的，要多次输血的，骨髓移植之后到处输血，再生障碍贫血这血液病多次输血的，那么为了预防这种HRD 同种的免疫反应，那么我们要用去白红细胞，这就是大家要掌握的知识点。所以有些时候他搞个什么骨髓移植的，那么首先的输血是什么？去白红细胞。这个病人再生障碍贫血的要多次输血的，首先什么？去白红细胞，这是第二种。所以第二种偶尔考到。第三种，白细胞中间它是干掉异物的，那么病毒进去的体内之后它是个异物，你比如巨细胞病毒，
那么他进入体内之后，就是个异物，异物就要被我白细胞给干掉，白细胞给他吞噬了之后，又没有办法给他干掉，就这些病毒就储存在你白细胞中间。那么为了预防这种巨小病毒感染，你比如说他这个孕妇，那这时候你要输血，用什么是血液成分去白红细胞。好，这种还没考到过，所以大家重点掌握一二这两种适应症啊，是不是这样？大家再继续看一四年这个事例，准备进行骨髓移植的患者需要输血改善皮质增长。为血脂平是什么？人进行骨髓移植，那么需要输血，多次输血，那么没有什么说的，有什么少白红细胞，去白红细胞，刚才我们就说了，这是这里第二个适应症，偶尔考的第二个适应症，说答案是一。好了，继续我们再来看16年这个事例，也是考的这个内容。大家看啊，男35岁这个病人一患再生障碍性贫血4个月，血常规啊三西减少，血红蛋白减少，白细胞减少，血管减少，类似你进行输血治疗，鉴于该患者需要缓复输血，因为再障碍需要缓复输血，为了防止输血不良反应，应输血的最佳血液成分是什么？再生障碍贫血要缓复输血，那么要用去白红细胞，所以答案为一。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骨髓移植的，再生障碍贫血的，这两个适应症的第二个适应症，你看是不是、啊、偶尔考到吗？所以答案是一，又出来了。好了，当然考的最多的我刚才说了还是预防发热反应。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呢第五种冰冻红细胞。截至目前为止啊，冰冻红细胞很少考，为什么很少考？刚才我也说了，它主要是战备储存，军事需要。第二个是稀有血型的长期保存，主要这两个。一般像我们普通医院很少用到冰冻红细胞，除非在边缘山区没有血库的，那么储存一年这种冰冻红细胞，因为它可以储存10年以上，所以快过期的时候，你比如到了8年9年你还没用完、啊、哎，给它拿来用一用，再储存第二批，换第二批。所以冰冻红细胞主要干这个事儿。截至目前为止啊，从来没考到过，因为它主要是军事需要长期储存的啊。但所以这种题就很少考。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弧状第六种，就是弧状红细胞。所以这六种红细胞一个跟他讲的啊，讲的弧状红细胞了。弧状红细胞大家注意了，跟后面要讲的血样法数字的弧状血样法是一个样。假如你这个人啊，大家注意，要输红细胞，弧状红细胞；要输血小板，弧状血小板。主要哪些人用？移植的病人用。我刚才说了，他要弧状，主要是用伽马射线干掉什么东西？干掉淋巴细胞。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血液中既有三大细胞，红细胞、粒细胞、血小板，也有淋巴细胞，也有血浆。那么这种淋巴细胞我要弧照，就是要干掉淋巴细胞。为什么？淋巴细胞能产生免疫反应，所以它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预防什么？输血之后移植物抗宿主病。输血就像一个移植嘛，输血输进你这种红细胞，那抗你宿主，也就是我移植的外来东西抗你本身宿主，也就是我的保姆要打主人，就这个意思啊，就是预防输血相关的移植物抗宿主病。请大家给这个什么洋文记住 TAGVLD、HD， 有时候他就搞个洋文 TAGVHD， 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没办法作答。它的中文意思就是输血相关的移植物抗宿主病 ，GVLD 那么是移植物抗宿主病。好，为了预防这种情况，那么就把这淋巴细胞都干掉，淋巴细胞都干掉了，你没免疫反应的东西了，那么你孩子怎么抗我宿主呢？即使跟你不一样，那么有抗原性，但是也没淋巴细胞，不能产生免疫反应，所以你不能够什么移植物抗宿主。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出的弧照红细胞、弧照血小板最主要的输血的适应症，应该知道了。主要应用于哪些？这边免疫缺陷的骨髓移植的器官移植之后的输血，那么为了预防这种移植相关的移植物抗宿主病，那么我们要选用弧照的血液成分。大家注意啊，弧照的血液成分，那么只要是细胞的都要弧照。你比如说红细胞、弧状红细胞、粒细胞、弧状粒细胞、血小板、弧状粒血小板，这哪个不需要弧状血浆？为什么？血浆中没有细胞成分呢？血浆没有细胞成分，那当然就没淋巴细胞了，是不是？你要弧状有什么用呢？你杀个血浆呢？杀个血浆有个什么用？因为血浆中只有含有什么凝血因子，没有细胞成分，所以含有细胞成分的红细胞、粒细胞、血小板都应该进行弧状。所以这就是弧状啊细胞第适应范围。
好了，我们再继续看一五年这个试题，不需要记忆护照，那预防输血相抗抗输注抗啊一注抗输注病的血液成分是什么？不需要护照，哪一个？血浆。所以答案是 C， 新鲜冰冻血浆。那么血浆是含有凝血因子，没有血活血活性细胞成分，那么不需要护照。好了，答案 A、B、D、E 都有细胞成分。你看答案 A， 洗涤红细胞含有红细胞，答案 B， 浓缩血小板含有血小板，答案 D 血红细胞含有红细胞，答案 E， 浓缩白细胞含有白细胞。所以都含细胞成分，都需要进行伽马射线杀灭这些细胞成分中含有活性的淋巴细胞，所以需要护照。至于哪个不需要，答案 C 不需要，血浆不需要，所以正确答案是 C。 我们再来看看18年考的这个试题，对血液进行护照，用于预防输血相关抑制物抗输注病，下列成分需要进行护照的是，就这五种成分哪一种需要护照？刚才我们应该来讲过啊，护照的目的是干掉有活性的淋巴细胞。哎，你不是要跟我的什么输血相关的抑制抗输注病吗？不是还是产生免疫反应吗？哎，我把你的淋巴细胞干掉，你还不产生免疫反应？不产生免疫反应。所以这些细胞中有哪几种细胞？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淋巴细胞。所以我的目的是要干掉淋巴细胞，跟血浆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血浆中间就没有这个不含着淋巴细胞，细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淋巴细胞总是跟它的什么哥们在一起，淋巴细胞跟什么？跟它细胞在一起嘛。哪个细胞？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所以有细胞成分的需要护照，把你这里面的什么淋巴细胞干掉。而血浆呢？哎，它没有细胞成分，因为它跟淋巴细胞是两类，一个是血浆，一个是里面含的蛋白质，一个是什么？哎，淋巴细胞。所以血浆成分不需要护照。那么要护照的这些成分就是这三种细胞。好了，你在里面找了哪一个？洗涤红细胞，你看含有红细胞，所以正确答案就出来了，就答 D。 好了，大家看看那冰冻血浆，答案 A， 普通冰冻血浆、新鲜冰冻血浆、冷陈列，这都是血浆成分提出来的。血浆要不要护照？不要，因为它里面没有淋巴细胞，所以 ABC 绝对不是答案项。好了，大家注意了，冰冻红细胞、体地红细胞、单滴或单一救济线哪个红细胞？两个都含有红细胞。大家注意，这个就考虑你的细节。所以这种题目难就难在这儿，大家考虑细节。冰冻红细胞，当你解冻的时候大家注意把干有余去掉，红细胞就什么崩解了。把这个淋巴细胞红细胞崩解的，把这个把这个去干预的这个红细胞红细胞一释放出来，那么这个活性淋巴细胞就崩解了，就干掉了。所以这种什么冰冻的红细胞，尤其是去甘油解冻之后，那么这种什么淋巴细胞就把它有活性的淋巴细胞都干掉了，所以这是个可以不进行护照。而洗涤红细胞在十分钟洗涤，所以它的淋巴细胞、活性淋巴细胞还在，因此需要进行护照把活性淋巴细胞干掉，所以正确答案答 D 而不答 E。 就这样，我们这个九版教材上面是没有讲的啊，八版教材上也没讲，九版教材也没有啊，所以这在使用内科学专门讲的这个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比较超教材内容，但是他喜欢考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在看讲义的时候把这类型的题目好好的做一做领会一下，不然他今年又考的这种东西，那么你就没办法作答。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血小板输注。我们刚才讲了红细胞输注六种红细胞，那么输注的时间都跟他讲了，特点也跟他讲了，这时候跟大家讲第二大块，血小板输注、血小板成分输注。第一个输注的目的是干什么？输注这么多血小板干什么用？血小板呢起止血作用啊，大家都知道，大家注意不是凝血啊，凝血是跟凝血因子有关，这里是什么？止血，预防出血，达到止血的目的，所以这是输注血小板最主要的目的。好了，在什么条件输注血小板呢？血小板的数量减少，血小板的功能异常。但是功能异常输入血小板并不多，主要是数量减少。你比如说特化血小板减少止跌，我们在前面跟大家讲过特化血小板减少止跌的时候，当它的血小板小于20×10的90方的时候，必须输入血小板。好，这就是大家什么输入血小板的指针。好，它的目的就是止血的作用，大家注意不要凝血的目的抗凝的目的，抗凝的目的是跟凝血因子有关，所以经常错就错在这个地方。好，它的适应症是什么？第一，血小板减少，这是它最主要的适应症。血小板减少之后，止跌
活动于出血。你比如说血液反假如小于十乘以十的九次方，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血液反的正常值是什么？100到300乘十九次方，也有我正常值下限的十分之一。那么这时候我一定要输入血液反，否则这个时候颅内出血就死掉的。手术前预防性的输出，你比如这个病人有血液反减少，那么当他的血液反减少到十乘以十的九次方以下，那么需要输入血液反。好，请大家把这个十乘以十的九次方啊，这个数据记住，这个数据考过很多次，所以希望大家记住啊。好了，我们刚才说了血液反输入，既包括血液反数量异常减少，也包括功能异常定血液反输入，但是因为功能异常，那么需要输入血液反血液的很少很少，主要是特化的血液反减少之间在临床上，因为血液反数量减少，输入血液反的这个比较多，大量输入输血。急性出血的患者，假设是大量输血之后，那么血小板低于50乘以10的9次方，那么必须输入血小板，否则这个渗血难以止住。特别是外科医生有感受，外科医生都是这样，碰到输中大出血，你比如输血输了也是输了什么2000毫升，哎，一输血输了4000毫升，哎呀我的妈呀，有的输了10000多毫升还是止不住，一面输进去一面渗血止不住，这个时候你想过没有？你想过跟他去输红血液血液没有？一输说不定那就这么好了。所以有很多人只说输血就是个悬着红细胞，最后越输越出血，为什么？因为大家输进去在血液里面库存血里面就含什么抗凝剂，抗凝剂你越输输到体内抗凝剂越多，那么越不容易止血。所以你这时候必须输点血浆，新鲜血浆凝血因子，再输点血小板把这血液止住，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什么注意再注意。好了，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从来没考到过的自身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不可轻易输出血小板。为什么？因为你输入血小板之后自身免疫还在给它干掉，那么没有什么用。好，这个叫死因症。好了，继续我们看14年这个试题，输出血小板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哎，改善止血功能，大家注意，不是抗凝啊，一定要注意，改善是止血功能，当然呢不会增加血管的致密度了。你的输入血管跟血管壁的厚度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好，大家看看凝血抗凝凝血，哎，这都是跟凝血因子有关的，跟血小板没关系，所以答案 D 绝对干掉。好，答案 B 一直先溶先为它们溶解，跟你血小板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吧，所以答案 B 也不正确。因此正确的答案大家都知道了，答案是 C， 绝对不要跟凝血止血混在一块啊，一直是差。好了，继续我们看血小板输出的禁忌症。血小板输出禁忌症，那么考的比较多的就是血栓性血小板减少之间，什么意思？这种病人是血小板输出的禁忌症，为什么意思啊？血栓性血小板减少什么意思啊？这是我血管血在这种流动，在这地方出了血，血小板聚集，血小板聚集，血小板聚集，血小板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了，你的血小板是不是减少了？所以它是因为血栓凝聚形成血小板聚集在这儿，导致血小板减少。这种病人是严禁输入血小板，为什么？你输进去再多，它还是在这个地方形成血栓，把你消耗掉了，并且你这血栓越来越多，把病人血管都堵到了。所以这是血小板输出的禁忌症，血栓性血小板减少之间，输进去之后不仅对病人无益，而且增加血栓，所以这是血小板输出的禁忌症，这个考过几次。好了，第二个，肝素引起的血小板减少，因为肝素主要起什么抗凝作用，使凝血酶原的活性增强，即通过抗凝作用起作用。而输出的血小板是起什么作用啊？止血作用。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血小板输进去是止血，而肝素呢引起的是什么凝血。所以一个止血一个凝血，你把它搞在一块儿，肝素引起的血小板减少，你看你怎么能行呢？不行。假如输出血小板了，那会导致什么急性动脉血栓形成，那么血小板血栓形成，所以对病人不利。因此肝素引起的血小板减少是禁忌症啊，所以这种禁忌症希望大家给我们搞明白。好了，大家看到一年就看到这个输出血小板的禁忌症，大家看下列属于输出血小板输出禁忌症的是，答案底吗？血栓进血小板减少症吗？所以答案底就出来了，其他的都可以进行血小板输出，包括骨髓造血功能之衰竭的，你比如说再障可以输出血小板，血小板功能障碍的虽然临床比较少见，但是还是可以输。
好，但是学校减少只学只手术前输出血小板，当然手术前假如血小板低于十乘以十九次方可以进行血小板输出，说谁也正确，但你大量输血所致的牺牲性血小板减少，刚才我已经讲了，你输了个四千毫升甚至一万多毫升血，那么这是个牺牲性血小板减少，并且这时候你不是用血小板难以止住，所以答一也正确，所以不正确的答案那么近期真的是 D 啊。好了，我们再来看血小板成分，血小板有各种各样的制品与各种各样的成分，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哪些成分，浓缩血小板这是用的最多的，浓缩血小板是什么意思，那么浓缩血小板一个单位是200毫升的全血，也就是我们孕妇献血的200毫升全血，全血沉淀之后，那么血浆和血细胞交界处含的这个血小板，那么我们把它提取出来，这个叫浓缩血小板，也就是我们全血200毫升回来，室温下离心下沉，那么就是血中红细胞，上层那就是血小板那就是血浆，中层呢那就是浓缩血小板，所以把这个中层提出来，那么就是浓缩血小板，浓缩血小板那么它的数量每一人分每个单位，就是一个200毫升孕妇献血的，那么它的血小板数目大约是 2.0 乘以10的10次方，大家注意啊，不是乘以10的9次方啊，是乘以10的10次方，所以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引起注意，是 2.0 乘以10的10次方，那么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浓缩血小板啊。第二个是单材血小板，什么意思，用单材血小板的分离机把这个人啊以一个个体全部这些血小板我想拆全部拆出来，这就是我们单材血小板，单材血小板一个单位大家注意了，大约相当于一个治疗量，那么它含的血单含的血小板你看是多少啊，2.5乘以10的11次方，所以你看看比你的浓缩血小板这200个单位，那么它要提高了多少倍啊，你看血小板投下了多少倍，基本上提高了10倍，所以它一个单位的单材血小板相当于浓缩血小板大约是10到12个单位，也就是10到12倍，大家想想一下是不是 2.0 乘以10的10次方，那么这个血小板它的数目是多少啊，它的相当于它血浆多少，200毫升血中产生这么多，是不是，假如这个呢单材血小板呢是 2.5 乘以10的12次方，相当于多少毫升血啊，估计到了2200毫升，是不是2200毫升，所以你看看一个用单材血小板分离机采一个健康的个人，那么一次性把他的血小板采了多少出来了，将近采了一半，也就是我的假如血小板是300乘以10的9次方，那么基本上把我的这个血小板采了一半出来了，所以啊这个单材血小板的浓度就要高于这个浓缩血小板，因此它相当于啊它一份单材血小板一个单位，那么相当于10到12个单位的浓缩血小板，好，这个数据截至目前为止没有考到，今年能不能考你呢，可以考你是不是好了，这是临床上用的最多的浓缩血小板或单材血小板，还有特殊病人用的啊，胡桃血小板、洗涤血小板、少白红血小板，跟它一样第一个我们再来看看少白细胞的血小板，少白血小板跟少白红细胞是一个道理，那么主要是把这白细胞去除掉之后，主要预防什么溶血性滑热反应，你假如原来输过血小板血液，原来在输血的过程中滑过热有个发热反应，那么这是个怎么办，这是个就用少白血小板来输注，跟我们刚开始一样，第二个就是为了避免这种 HRD 同住免疫反应，原来啊假如这个病人需要多次的移植骨髓移植后多次的输入血小板，那么这是个怎么办呢，就用少白血小板，或者是就是白细胞的这些病毒，刚才我们说了巨细胞病毒感染，那么我要预防这种巨细胞病的感染，我就把这白细胞去除，用少白血小板输入。洗涤血小板跟刚才的洗涤红细胞是一个样，就用洗血小板啊，把这个有生理盐水洗个3-4次，那么把这个带血浆蛋白全部干掉。所以对血浆蛋白过敏反应的、变态反应的，那么用洗涤血小板。假如你理解了洗涤红细胞，那么用洗涤血小板跟它一个样啊。好了，辐照血小板，刚才我们说了，辐照红细胞就跟它讲了。就是用伽马射线把这些活性淋巴细胞给干掉，它主要用于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 TAGVHD，
所以这些学养之计啊，第一二个常用，后面的几个不常用，考到了你喜欢处，那么你假如记不到，那么你就记少白红细胞、洗涤红细胞、辅照红细胞，类比着把红细胞换成血管，那么它的适应症、积极症跟它一个样啊，就完了。好，我们再来看14年这个试题，大家看看啊，男性20岁，这个病人因重度战士障碍贫血，那么入院准备10天后接诊一基因骨髓干细胞移植，也就是说这个病人要进行移植了，因大量的鼻出血、牙龈出血、锂出血质量与需要预定的血成分是什么，也就是这个病人因为要移植，但是他又有出血、牙龈出血、鼻出血，那么需要预定血成分。好了，首先明白他查什么，查什么补什么嘛，是不是？再生长贫血有外对血三系减少，红细胞减少肯定贫血，粒细胞减少肯定感染，血样本减少肯定出血。哎，你通过这个再生长贫血的患者大量的鼻出血、牙龈出血，那么证明他体内查什么？查血样本，是不是？所以我在输血的过程中，要预定的血液过程中，主要预定什么？预定血小板。好了，这个东西我们也记下来了，它不是查凝血因子，所以是查的血小板三系减少血小板引起的，所以你就把这个血小板之外的这些成分都干掉。哎，辐照冷沉淀啊，冰冻血浆、新鲜血浆，这都是固有的凝血因子，所以干掉。答案是在 A、B 中产生。那么答案要么用单采血小板，要么用辐照单采血小板。好了，我们跟大家说过，移植要用的应该是什么？把它的淋巴活性淋巴细胞干掉，为了预防移植不抗宿主病。所以正确答案应该答 B 而不是 A， 就完了。假如个普通人，那么要输入血小板，肯定是用单采血小板答 A。一个移植的病人，那么为了预防移植不抗宿主病，那么当然要用辐照单采血小板，也就是把这个活性淋巴细胞干掉，以免让它发生相当的免疫反应，所以正确答案是 B。 你看看这一推导，这种题目是不是你就做出来了？你认为很难的、没办法作答的，那么它的道理也出来了。好了，我们看看第三种啊，血浆制品的输入，第三种，也就第四个字典，血浆制品的输入。血浆制品我刚才跟大家说了有三种血浆制品，一种是新鲜冰冻血浆含有所有的凝血因子，第二种是普通冰冻血浆含有除一因子、五因子、八因子这些不稳定凝血因子之外的全部凝血因子。那么冷沉淀呢，主要含有不稳定凝血因子、一因子、八因子、血小板因子。那么你掌握这几个知识点呢，那么你就知道了它的适应症是什么，这是考试重点。新鲜冰冻血浆又含有所有的凝血因子，那么什么凝血障碍的病人都可以使用。普通冰冻血浆主要是含有除不稳定凝血因子之外的所有凝血因子。除哪几个不稳定凝血因子？一因子啊，大家注意，可特里可以加个一因子啊，一因子偶尔会考到，一因子、五因子、八因子之外的，那么凝血因子，那么这个普通冰冻血浆都有。好了，冷沉淀呢，刚刚跟普通冰冻血浆相反，那么它就是含有一因子、八因子，大家注意这里没有五因子啊和血小板因子。所以你比如说学员们，大家是出个这种题目，这个病人是学员们甲，问你首先的输血啊，输的血液成分是什么？你输血员们甲吗？缺乏先天缺乏八因子，那么你要输入什么？冷沉淀，是不是？那么输入你冰冻血浆也可以，为什么？它里面含有八因子，所以最佳答案是冷沉淀，次佳答案呢是冰冻血浆。好了，假如我这个题目跟大家说，我说这个病人啊，你缺乏纤维蛋白原产生出血，纤维蛋白原产生出血。好，我问你，这个病人最佳的是血液成分是什么？输入血液成分是什么？纤维蛋白原，纤维蛋白原是一因子吧？哪个血液中含一因子啊？冷沉淀。好了，我也可以说了，第一种说话了，我说假如这个病人纤维蛋白原缺乏，那么引起出血，问下输入的哪一个血液成分是错误的？能不能输入冰冻血浆啊？不能。为什么？冰冻血浆里面不含一因子、五因子、八因子，当然你不能输入冰冻血浆。我也可以这样处理了，一个血液病假的患者，那么输入下列哪一种血液成分是错误的？普通冰冻血浆能行吗？不能行，因为普通冰冻血浆中不含有这种不稳定的因子、八因子，所以可以输入新鲜冰冻血浆，可以输入冷沉淀。所以像这种题目就很好出，因此大家重点掌握啊这个输血的适应症。
要想理解树叶的生物力适应症，必须知道这个冰冻雪原的成分。要想理解这个冰冻雪原的成分，必须你知道我们跟大家刚才讲到的雪球制品的制备的大致过程。好了，再一个就是要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代号，新鲜冰冻雪浆是 FFP， 那么普通冰冻雪浆 FP， 冷沉淀 CRYO， 请大家搞个给这些代号记一记，否则有时候假如这个老师用个代号你也不知道是什么，那么你就没办法做答。好，继续我们来看，输出新鲜冰冻雪浆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新鲜冰冻雪浆的目的，那么主要是补充凝血因子，纠正它的止血功能，所以答案为 D 啊。好，继续我们再来看06年这个试题，女36岁，因前置胎盘大出血行手术治疗，术中输入红细胞血液26个单位，大家注意输液量很大了，一个单位200毫升，输入了是吧，26个单位，5800呀，输了5800，把这个人的血换了一遍多了。机体的血小板2个治疗量，就是机体的血小板的输了2个，那么手术创面仍然渗血不止，估计这个病人用前置胎盘划成的 DIC 大量输血之后，那么渗血不止。这里的结果来了啊，这个病人血红蛋白10克每升，血小板是90×10^9，凝血酶原 PT 那么是21秒，正常的是11到15秒，也跟这个病人的 PT 什么显著延长，显著延长，大家注意了，那就是外力性凝血透镜质因子异常。这个病人的纤维蛋白原只有 0.6克每升，好了，大家就要记住这个纤维蛋白的正常值了，纤维蛋白正常值经常考，也不给你，大家看看是多少啊，2到4克每升，这我从诊断学上面跟他抄下来的啊，希望大家给这个东西记住，因为这个东西在考试中间不给你的啊，考了很多次只是因注意输入什么东西。那么大家去想一想，这个病人渗血不止主要什么原因引起，主要什么原因引起，大家看看纤维蛋白原降低引起吗？纤维蛋白正常值是2到4克每升，它是 0.6 克，当然就要输入纤维蛋白原。那么此时最应该输入什么东西，你就找一找哪一种血液成分中含有纤维蛋白原。全血我跟大家说过不要打这个了，因为全血是个什么干扰项，现在没有全血输出了。红细胞血液要不要输，大家看这个病人的血红蛋白10克每升，我们跟大家说过血红蛋白在70克每升以上可以不输血，所以这个人血红细胞血液输不输都无所谓。但是浓缩血小板，你看看这个人的血小板并不一定低啊，90×10^90不一定低，我们正常值是100到300×10^90，比我正常的上限多一点，但是绝对没有达到要输入血小板的这个指针，我们的要输入血小板的指针是10×10^90低于，是不是，所以可以不输血小板。好了，答案一，浓缩白细胞叫凝细胞，浓缩白细胞凝细胞，白细胞凝细胞是个短命细胞，根本上不要哪个输，这是什么前几年的这种搞法，80年代90年代早期的搞法，现在还有被浓缩白细胞凝细胞输没有，所以也不答 C 也不答 E 也不答 D， 正确答案也不答 B， 那么正确答案是答什么，答 D， 是不是，这就正确答案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新鲜冰冻血浆含有所有的凝血因子，所以你看看它含不含纤维蛋白原呢，当然含有吗，所以这正确答案是答 D， 就这样出来的啊。好了，大家注意了，假如这个题我这样的没有新鲜冰冻血浆，我给它换成个冷沉淀行不行，冷沉淀可以啊，冷沉淀里面含有纤维蛋白原一样，纤维蛋白原呢凝血因子一样。好了，我再跟大家说，我是普通冰冻血浆行不行，不行，因为普通冰冻血浆中很少含有纤维蛋白原，所以这个题应该答可以答新鲜冰冻血浆冷沉淀，绝对不能答冰冻普通冰冻血浆。好，我们再继续看13年这个试题，大家看，女25岁，这个病人周月妊娠，因前置胎盘发生了 DIC 阴道大出血， DIC 就是消耗各种凝血因子。好了，实验的检查大家看看，血红蛋白很低，55克，血小板也很少，20×10^9，纤维蛋白原也少，1.6克每升。喂，不正确的处理措施是什么？哎，哪个是不正确的处理措施？答案 A， 新鲜冰冻血浆还有所有的凝血因子，当然还有纤维蛋白原。OK， 正常的。浓缩血小板，这个病人血小板只有20×10^90低，所以可以输入浓缩血小板。答案 D， 冷沉淀，冷沉淀含有一因子，这个病人一因子纤维蛋白原减少，那么也可以输入冷沉淀。旋转红细胞，因为这个病人的血红蛋白低于70克每升，可以输入旋转红细胞，所以 ABDE 都正确答案，都是正常的。
那哪个不正确呢？ C 普通冰冻血浆。我们说普通冰冻血浆含不含有凝血因子？一呀、没有，它不含有纤维蛋白原，所以你输进去之后不能补充纤维蛋白原，当然是错误的。因此正确答案哪个不能出呢？ C。 所以像这种题目你看看，一个题目把你的所有的这些知识点全部串在一块儿。所以像这种题目啊，归纳性很强，你稍微不注意哪一个知识点没掌握，你们哪一个就错掉了，不可能答对。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种血浆成为输注第五个知识点，叫血浆蛋白的输注。血浆蛋白的输注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啊，考了白蛋白 考了两次，那么免疫血蛋白就是冰冻血蛋白，那么其实目前为止没考到，大家了解一下。白蛋白那么是适应症作用干什么用？第一，脱水治疗，扩充血量。你比如说我们大面积烧伤的时候，失血很瘀和失血很重，那么这种病人先用晶体平衡原液进行扩容，然后呢再用胶体溶液，那么胶体溶液主要的就是白蛋白。好，第二个，假如这个病人有白蛋白血症，第一白蛋白血症，你不是肝功能异常的，那么白蛋白照的减少了，他有低白蛋白血症，水肿的一塌糊涂，你比如喝水，这种病人就补充白蛋白。第三种，用种体外循环的泵底液，什么意思？在体外循环的时候，那么因为血要出来，你假如不用加这种白蛋白做泵底液，那个血循环出来这些细胞就被它损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用什么泵底液血循环。所以开展血循环的这种医院一般都是大一点的医院，那么它的白蛋白的消耗量就很大。有时候啊，这个医院的指标，你比如说来了100瓶200瓶被他一个人用了都不够，所以特别是肝移植的，肝移植你看每天输入的这种白细胞量很大的啊，什么20瓶30瓶都这样输，所以是那个量就很大。所以有时候这个医院的啊来的白蛋白的供应的这些指标他一个人用还不够。好了，第四个，白蛋白作为血浆置换的一种手段也可以进行，这个就是白蛋白的啊主要适应症。好，截至目前为止啊，免疫血蛋白、冰冻血蛋白还没用。免疫血蛋白中含有抗病毒细菌的 IgG 抗体，那么对于这种先天性免疫功能不强的，它有反反复这种感染的，我给它冰冻血蛋白、免疫血蛋白行不行呢？行，这就是它的主要预防感染，这就是它的主要适应症啊。好了，我们看看呢，这是这个题了，考了两个题啊，这是其中第一个题，02年考的，健康人白蛋白主要是用于什么？蛋类补充营养，哪个营养不够了就快多吃点米饭，多吃点牛肉，没有说输入白蛋白的，是不是？增强抵抗机体抵抗力，也没哪个说输入白蛋白的增强抵抗力的。那么你输入冰冻球蛋白还可能增强你的抵抗力，少感染，没哪个说输入白蛋白来增强抵抗力，所以 B 也不正确。答案 C， 低血量休克的扩容治疗，哎，这个正确的，你不是烧大面积烧伤，低血量休克的时候先用晶体溶液，再用胶体溶液或输血。好，支持免疫疾病的治疗，刚才我说了用冰冻血蛋白而不是白蛋白。第一，冰冻血蛋白血症期还治疗用冰冻血蛋白而不是用白蛋白，所以正确答案是 C 啊。好，继续看02年又考了这个题目，基本来送分题，为什么呢？大家看他已经告诉你了，这个病人男58岁，是个肝炎病史，已经有十几年的肝炎病史，这个病人诊断为肝炎后肝硬化时代上期。好，这个病人白蛋白降低，球蛋白增高，为什么这样？因为肝功能不良的时候，那么白蛋白是肝脏合成的，肝功能不良的时候白蛋白合成减少。肝炎的病人也有跟免疫机制发病有关系，所以当他免疫受调的时候，那么冰冻球蛋白会增高，球蛋白会增高，所以他就说发生白球倒置。为了治疗这种低蛋白血症，主要是低白蛋白血症，问首先什么是血液制品？当然是补充白蛋白了，是不是？胆为一啊，所以像这种题是不是送分题？这种很简单啊，不过这是你三年老的试题，现在没有这么简单的试题了。现在除了这种简单试题，你考助理一试，还可能有职业一试，不可能这么简单的试题送给你分的啊。所以大家不要激动，你说原来题目这么简单，错，题目都是很难的，所以请大家注意啊。